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今天我装了一个非常牛皮的数据包，听说它非常烧 CPU， 让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有多牛皮。数据包的名字叫做三千倍吊炉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来撸个方块吧。哇哦，可以看到这个木头确实是成倍增加了，但是真的有三千个吗？我把它们捡起来再研究。我的背包瞬间就已经塞不下了，让我打开来看看。哇，这里已经有2000多个木头了，看来这个三千倍吊炉名副其实。但我要这么多木头干嘛？还是丢掉一些吧。怎么丢掉也是三千倍啊？这样我还怎么装别的东西？这设定也太反人类了吧。不过这喷木块的感觉还挺爽，有种那什么天女散花的感觉。大家看我随便按了几下，就已经是满地的木头了，可能快接近10万个了吧。我的主机已经开始发烫了，再扔下去可能真的要开花了。我们还是用指令把它们清除一下吧。这个三千倍掉落撸别的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像什么野花野草什么的，就算本身不是个方块也能疯狂翻倍。现在我造个房子都直接拿原木造了，还要什么木板？这个模式下最麻烦的就是苦力怕了，要是电脑扎一点，只要它一爆炸，你的电脑也会跟着一起爆炸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不过这个模式下确实不用担心资源的问题，你该担心的是如何消耗资源。看来东西太多也不一定是件好事，这里的牛排够我吃一辈子了。哇哦，钻石剑也能翻倍，还真的什么都不缺呗。我现在缺的是资源吗？我缺的是高配电脑，东西太多只能开创造模式，把背包里的东西销毁实在是太难了。对自己电脑配置有信心的小伙伴也可以下载来试试。好的，那么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